欢迎收看《生活快通》，大家好，我是玉晴。这个秋天到了哦，那当然天气呢，这个早晚的温差比较大。有时候呢，你会发现哦，不止早上，有时候可能会哈啾，就连皮肤也开始出现一些状况了。有些人呢会产生一些干痒，或者是呢会觉得，哎啊，假贼马啾，假黑马啾，到底是什么样的皮肤疑难杂症呢？今天为大家邀请到这位是国宝级的中医师董延龄，董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好好的聊聊皮肤的疑难杂症。欢迎董医师，董医师好。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哎，这个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好像秋冬来了，天气一转变，有时候不是只有我们的呼吸道出现问题，连皮肤都会出现一些状况哦。但是呢，我们知道，其实董医师今年已经高龄将近80，对不对？还在加量。再加二，再还加两，是不是？再加二，加二，完全看不出来哈。那当然，其实这个董医师其实也知道，说皮肤的状况其实分很多种。听说您还真的厉害到连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王室贵族都邀请您去那边去治疗他严重的皮肤的问题。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呢？他是这样子哈，是说起来这个事情是民国。86年吧，已经97年了哈，好多年了。对，好多年前呢，这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他这个总统，这个国家他对外是称总统，对内是称王。对内称王，因为我在那的时候看到他那下边的人都称啊 ，majestic 啊，陛下，这个所以不太一样啊。那他是得了一个什么病呢？就是也是严重的湿疹，非常严重。是因为他们的穿着都要包起来的关系吗？我想哈，他这个国家啊，因为他是个沙漠嘛，对，沙漠国家，他就是这个很干很热，是啊。他这个都住在这个皇宫里头，他的皇宫很漂亮哦。是哦，皇宫就好像我们看那个，小时候看的童话故事，阿里巴巴四十大盗。哇，那么壮观哦，很壮观，富丽堂皇，很富丽堂皇的。住在那里头呢，都开着冷气，很少和外边接触。是，那么又是个沙漠地区，因为有接触冷气，湿热最容易得皮肤病，是因为外面很干，那个环境，然后我们里头的这个湿的热气又被衣服包住，散不出去。对，很多皮肤病啊，与这个，这个湿热，中医叫湿热了，这是中医的名称啊。对，这是湿热是讲的一个，病的原因。对，是由于湿气和加上热。两个造成的。听说他好像，因为其实你要知道哦，如果既然是在那边是称王哈，称王室贵族，我相信他应该遍寻所有的名医治疗他的皮肤的问题，但好像都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结果您好像给他四帖不一样的这个中药，好像马上就已经有感觉见效。对，你只要出去治病好像作战一样，是啊，对不对？因为是元首，对不对？元首嘛，也不是普通人了。对，普通人我们还是要，也是要我也是要好好的准备，但是他这个要特别准备。我就叫我那人准备了一大箱子的药，是所有中医治皮肤病的内用的、外用这个外擦的，我都带了。不管你哪一种病，对，都带了。带了以后啊，哈，那所以我们。先给他堂兄啊，我们运气也不错，他这个已经二十年的这个二十几年的五十肩好了，扎了一次他就好了。扎了一次，一次就好了，他就可以举起来了。哎呦，他觉得太神奇了，这个怎么是中国的这个这么神奇呢？董爷爷变魔术了，真的有点像变魔术啊。
那个中医治病啊，对，这个和西方的就不太一样啊。你像他的这个五十肩，对，他是右边五十肩，我们扎左边，扎左边他就好了。好像是这个对角线，哎，对角线，对对对对对，这种叫 X 交叉线，左扎右，右扎左，好像 X， 就好像我们讲的左脑，其实你的右手，对不对？比较发达，那你的左撇子其实你右脑发达，是是 ，OK， 哎，给他治好了，结果后来治好了，他就传我们。传我们进宫了，哦，传你们进宫，感觉好像那个清朝哦，传那个妃子进宫的感觉。对啊，传我们进宫，传你们进宫了。是，他有个医务所，也都盖得很漂亮，很讲究的。是，就请我们到医务所。那我们去了以后啊，看到国王已经在那里，在那里了，坐这个坐在那个太师椅上，在等你们了，哎，等我们了。等我们啊，这个我们就。我去了，我先一看，哎呀，我说他这个也是严重的湿疹，哦，非常严重，因为抓的哈、啊，抓很多、啊，抓破皮了，很痒很痒的哈、啊，是，啊，扎了这个看样子也擦了一些药膏哈、啊，嗯、那我就叫我那人啊，那个他的那个女生是不准进皇宫的，因为我那人啊。他给我试药嘛，是，哎、他给我等于是要调剂人员嘛，就去了。他我看了以后，我叫我那人就给他调了。我们中医一个散叫六一散。六一散是什么呢？就是滑石和甘草，滑石六份，六比一。滑石和甘草六比一，哎，比例上，所以叫六一散，也名字也叫天水六一散。天水六一散，哎，天水啊，六一散是这个是干什么？去热的啊，因为湿，去热，哎，去热的。我另外里头给他加了冰片，哦，冰片也有止痒作用啊。那个进那个，因为他已经抓的这个手臂，有些这个手臂都。这都到处都是抓痕嘛，那可能都会发炎了哦，哎、要让它镇定一下。很严重啊，那我就先调了这个药，我就给他擦上。是，他又问我了，他说我现在就痒得不得了，有没有什么好方法？马上给他止痒。哎，我说有的，我就调了这个药膏，药膏给他擦上以后啊，哎，凉凉的，因为那个冰片也凉凉的嘛，也那个清热嘛，就擦以后，哎，我看了不痒了，很哎，他就安静下来了，不抓了，不抓了。我说好，我说这个这是治表的，还要内服、治表的。我说我要这个配内服药给你哈，是冲你一遍彻底清除湿热，这个才能治本。后来我就给他调了一些中药哈。当时我记得用的好像中药有一个叫连翘败毒散吧，连翘败毒散就专门这个，是，再加个薏仁啊之类的哈、中医去湿的，去湿的，给他内服啊，外边我说你就擦这个，痒的厉害，内服也是要吃一下，内外兼治，对，啊，后来好了吗？后来听说好了，哦，哎。据说在我治疗之前，对，他也请过美国医师，对，也请过英国的，据说还到大陆去请过。哦，那个时候还不能太公开的嘞，我去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好像还没有正式建交，不能太公开哈、我们保密，不过他有跟我们讲，我们请过这些医师看过了，那我说没有关系哈。试试看，我们用这个试试看嘛，试试看。我看完了，我在那待了一个礼拜啊，一个礼拜哈、到后来我看着后来问他们说都有进步，都有见效，是，这几天呢他就我们就一起他也招待我们，也很客气啊，了解，哦，所以其实当时这个故事也算是我们这个董延龄董医师，您在这个算是把你的中医的
专门的一些比较有专精的这样子的经验带到国外去了。我不是厉害，专门看皮肤病的。我这种医师呢，就是说，嗯，内科、外科、皮肤科、妇科、小儿科都看，我都看。其实有一些皮肤的状况，其实是由里而外，对对不对？哎，可能你身体当中有一些问题出现，它就反映在你的皮肤上面，先告诉你说，哎呀，我里面很湿，我里面很热，哦，所以其实我的皮肤就开始反映那个肝那个痒的部分。中医有一句话，由诸内必行诸外，啊，由诸内就是里边有这个什么病。啊，病毒就会，它会表现到外边来。了解，哎，就这样。好，我们先暂时呢，跟董医师、董爷爷聊到这个地方哦。这个是算是您在行医的过程当中的一段这个国外的一个传奇啦，对不对？哦，把这样子的一个医术也带到了这个沙烏地阿拉伯的大公国去哦，尤其是针对他们的皇室。好，等一下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呢，再来好好的请教我们的董医师。其实我们的皮肤也会出现很多的状况哦，你还有皮肤痒的问题吗？千万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好，那么皮肤的问题其实真的百百种哦。那有时候其实在大人的身上呢，你看到的一举止可能觉得啊，就是稍微忍一下，我们大人的克制力比较好一点。那有时候看到这个小朋友，他的皮肤这么的幼嫩，然后上面可能真的就有一些他的抓痕啊，或者是他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皮肤的一些状况，有时候看在大人的眼里，我们也会觉得好心疼，对不对？是。哦，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董爷爷，那今年其实你碰到了一个小朋友，他皮肤出现一个非常严重的状况，对不对？对对对，你今天把这个案例给带过来了，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他的照片，啊，对对对，这是几岁的孩子，差不多七八岁吗？对，七八岁，对对对，哇，这个是怎么回事？怎么这么严重啊？你看这个是他两个手臂嘛，对，这个是他的腿嘛，是，我这个还不是那个最严重的时候，哦，这已经是，我也没有把握，说实在的，我一看这个病怎么这么严重啊？是，而且他找了非常多的这是教学医院医学中心，也找过中医也不行，我说我给你试试看吧。是是是，这个小孩从生下来四个月，哎，就渐渐的发了以后就没有再好过，每天哭啊，皮肤永远这么的痒，你应该发现他已经开始又痒又痛啊，哎，每天就抓呀，然后红，四个月，小孩四个月，四个月发病。哦，一直到现在了，七八岁了，就是这样的。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个就是一种湿疮，也可以讲湿疮，严重的湿疮，中医叫湿疮，这个中医的名称啊，西医我又不晓得叫什么名称啊。那后来我就这是我治的，我感觉的有点，原来这些地方都会流水，稍微好多了。这个这就好了，以后好了一些了，我就给它照下来了。是啊，我有个学生。那个完整的照片在我学生那里，你看他两个手臂，这是他两条腿嘛，对不对？你看我啊，这个小朋友他，对对，你看怎么能够治疗的，就是我看差不多了，我又给他已经影响到他这个状况，已经严重影响到他的生活品质。哎呀，那这个很瘦啊，他吃饭不能吃，睡觉不能睡，那你又痛又痒啊，那非常痛苦。我看那个。这小孩啊，后来董爷爷，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把他做？我就用的，因为后来你看到他已经完全改善，只剩下一点点浅层的，只剩了一点点色素的一些沉淀而已。哦，对，这是剩了还有一点点的。对，这是什么？那我这个就是用的，开始的时候，大概用的一个叫十味败毒散。十味败毒散，中医有一个叫十味败毒散。嗯哼哼，十味败毒散里头呢要加。嗯，中药是有一个底方，对，它这个底方呢，是一个就是一个，是一个大原则，就是一个基底，但是一个基底要看状况再另外添加，对，哦，比例上，那我这里头呀，又加了薏仁，哦，薏仁，薏仁，薏仁。薏仁祛湿嘛，对，祛湿。我们常常讲，有时候你可能真的会觉得，哇，我体内好燥热，哦，你可以喝一点薏仁水。夏天薏仁那绿豆啊，对对对对对。那加了薏仁，加了还加什么？加了蝉衣。
禅医呀、啊。禅医，禅医我们就是学名，中医的学名叫禅退。哦，蝉蜕的壳吗？哎，蝉啊，那个天上飞那个壳，那个脱掉的那个壳。OK。哎，那个叫蝉衣，我们厨房的时候啊，是加那个，那又加了一个呢，加的牡丹皮。牡丹皮。哎，牡丹皮就是我们看那个牡丹花呀，牡丹花，那牡丹花的那个根。哦，它的根。根还有那个茎上那个皮。是。啊，皮给它剥开。那中医用它，中医用那个来治病哈，对，也可以也可以滋养，也可以清热。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它是从4岁，这是跟体质有关，从4个月，4个月，4个月，这是跟他体质有关吗？有关，这个东西啊，还是环境，与体质有关。像这种情形，你不要你看了以后，你马上我脑子就有个反应。绝对不是后天的问题，它是先天的问题。先天的问题。那我问他妈妈，我说你在怀孕的时候，哎，最喜欢吃的，吃的量最多的是什么东西？妈妈吃什么？哎，牛肉。啊。牛肉吃的特别多。而且很喜欢吃。是。是超量了。超量了以后啊，它里头啊，牛肉是热性的嘛？对。对不对？超量了以后啊，它的这个胎里头啊，就蕴藏了大量的那个不好的那个比较超量的那个蛋白质。哦，全部都往皮肤上发出来了。对，所以生出来以后，孩子都受苦。哎，他在前4个月的时候，因为他吃母奶，还带了一些抗免疫力的这个因子，可能还好，还好一点，还没发作。4个月以后没吃母奶了，他母奶渐渐的减少了，变成他要吃副食品了，哎，就有了，就来了，是，所以这个。现在七八岁了，好像这个小孩。后来大概这个整个所有的疗程进行了多久，他才恢复？我这个大概给他这个大概2-3个月吧。两三个月。他现在有时候还会发一点点，他还有时候还会来找我。没有，但已经没有那么严重了。哎，很轻微，很轻微的了。所以是不是像当然这个是属于他的体质的一个关系了哈。他可能因为在母胎可能妈妈在吃什么的东西的时候，可能真的影响到了胎儿。出生之后，他4个月就出现这样的问题。但一般我们后天来说，其实是不是因为进入了秋冬，皮肤干啦、痒啦，或者是说是红肿啦、疹子啦，是不是这类的皮肤的问题也特别的多？特别多。有一种最多的就是叫冬季痒嘛，冬季痒啊，对，我们有听过。冬季痒呢，天气一改变，因为比较那个，尤其秋冬之交啊，是那个气温呢一变化，有的人皮肤不好嘛，是，因为皮肤首先接触到空气嘛，那么他就受不了了，是，他就痒了，他就痒，他的皮肤就干燥，甚至老人有的还脱屑。脱屑会脱屑，有时候可能是会龟裂，对不对？龟裂哈，那所以这个，常常有这些状况出现。那比方说，如果说一般人比较常常碰到的一些像是湿疹，是那湿疹的部分，是不是这个药方是不是也是一般人自己来做准备的？自己准备恐怕不行。这种有比例上的，它是因为比例上的问题啊，要加减的问题。对，中药我刚才不是有地方吗？有地方它加减需要加减什么东西？是，看状况。中医它是个活的医学，所以活的医学它看状况决定。对，看看那个当时的状况决定用药。不是说。先弄有一个方子叫你对着这个方子生个病，不是这样子的哈。了解，是吧？那大概这几个是就是我常用的了哈。OK， 经方百毒散这个，比如说平常就是全身性的，尤其上半身。上半身。上半身这个我在上半身的话，我大多都用这个比较多哈。OK， 这个。还有这个下半身哈，当归，这个捻痛汤啊，当归捻痛汤，这个下半身，用这个
常常要用这个。这个小孩我有给他用这个，这个也有用过，中间换了好几个方子。其实还是要换一下。要换，要，因为他吃有的有药吃久了，他有抗药性。抗药性中医也会。也会啊、也会，你就给他换一下，调整一下，他又有效了哈。那一般性的哈，那这一个十味败毒散，那常常用，但是也是要看状况加减哈。还有啊，是这个当归饮。当归饮呢，它是干什么？它比较皮肤比较干燥的。比较干。比较干燥的，因为这里头啊，这里头有一个那个有一个特别的啊，中医叫麻子仁。麻子仁就是一般西方叫亚麻仁嘛。亚麻仁。它会有。它是有油嘛。油性的。有油嘛，就等于我们皮肤的油脂。那个油脂的那个运。运滑的那一样的，它这里是从里头吃的。那我这里头呢，我有时候看着这个状况，我当归饮的再加重。会再加重比例。看状况。OK。它的皮肤干燥的特别厉害。对。那它这原来的这个量不够啊，我就里头再加。加重这个麻子仁。亚麻仁。对不对？这一个当归碾通汤啊，这个就下焦的。我曾经用这个方子治了一个什么病啊？是什么？那个也是很可怕的。有一个屏东那边的一个，现在叫原住民了哈。原住民的一个公主。公主。公主，她是一个不晓得哪一族的公主哈。她是怎么样得的这个病呢？据她当时，这个恐怕有30年以前。是下半身，主要在下半身。腿。腿一条腿，肿的啊，和大象一样。而且每天流水。流水流的很多。是。滴滴答答就是流个水。那我说你怎么会这样？他说他有一次到海边去，玩水，玩水在那个石头上不小心被那个贝壳。被那个贝壳哈。划破皮肤。划破了。其实有一点点像蜂窝性组织炎是这样子。它那还不是蜂窝性组织炎的。不是。蜂窝性组织炎的话。应该也是就是有伤口就细菌可能沿着血液上去。有细菌进去就感染了，对不对？细菌或者病毒进去了。以后我说那个腿肿的和大象一样，每天朝我流水。好痛。哎呀，也是痛苦的不得了，痛苦的。也是找到处找看。后来我就用这个方子。用这个方子里头啊。因为这个方子里头啊，它就有利湿的作用。那像里头有苍竹啊、白竹啊，它原来就有的。对，我就加重它的利湿的作用，再加薏仁。薏仁一样排水。排水。慢慢调理，慢慢调理，这个就后来，也慢慢就好了。慢慢就好了哈。是。像这种。就是比较特殊的例子，这种哈。那当然，其实这几个方子其实还是需要比较专业的中医师。专业中医师才知道那个比例，还有您个人的一些皮肤上的状况。临时的这有其他的中医叫主症，叫兼症。什么叫主症？就是主要的症状。主要的症状是什么？伴随其他的症状。还有伴随着其他的症状，看状况再加什么，加。应当是加减了，中医叫加减了哈。是。但是这个用浓缩药的话呢，现在都用浓缩药吗？只能加，不能减，因为已经成了成方了嘛。是。不能减了。那不能减了，我们就用这个加减方，这个主要中医处方的药，君臣佐使嘛。对。君就是主要的药嘛，臣就是辅助的嘛。对。佐就是辅助的。食就是中医，还有一个叫引经药。那用这个给他试状况。对。加重哪一个，再加重。是。叫他，就是督显这个主要的治疗的什么病。就是这样。好，了解。先暂时呢，跟董医师聊到这个地方。等一下呢，我们就来聊聊我们的皮肤出现的一些状况跟问题，是不是也跟我们的生活作息有一些相关联性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那我们说皮肤的问题真的是百百种哦，每个人痒的程度，能够耐受的程度其实也不太一样。有些人就发现说，哎，感觉好像哦，加就菌哎，加嘛菌，然后就洗澡的时候就用热的水，哦，他感觉好像比较容易止痒，但其实反而对皮肤又变成了另外一种伤害了。因为皮肤上面有一层我们自己的保护的油脂嘛，对不对？你过分的清洁，其实反而对皮肤是一个负担。那我们也常碰到，就是说他的脚，哎呦，都裂了。皮好像感觉这都可以剥下来了哈，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症状呢？这个病啊，看起来就是哈，我们一般就是中医就叫牛皮癣。哦，你有听过牛皮癣？所谓银屑病啊，因为它一弄就会那个脱很多屑，白白的，白白的屑屑，白白的银就是白的意思。是是。啊，银屑就是和白白的那些屑脱下来啊，那。这个也是两条腿看起来也蛮严重的哈，也蛮严重的。对，这个看起来也可能也有好多年了，也有好多年了哈。那这种病哈，虽然不是丁多，可是也常见。也常见，这种病很困扰人的，尤其患者，要长得。它会痒吗？痒啊。哦，也是痒。就是痒啊。痒去抓，然后皮屑就掉。它就脱屑啊，就是叫银屑病啊。银屑病。会痒啊。是。还有的会痛。哦，也痛。还有的感觉着热热的。它有热热的感觉。对。这个所以不也不完全一样。所以这是也是体内比较湿的关系吗？还是它是体内啊，这一种哈。那我最近就治了一位哈，是联合报上啊有一位黄先生，这个他是香港人，他香港就来台湾做事情，对，是他是不是他是长到这里手上，两个手臂上，哦，一直长到这里，哦，那看起来比这个还严重，他红的不得了，对，啊，又热又痒又痛，啊。那很多年了，这个我问着黄先生啊，他很多年了，他是蛮有耐心的，我现在还在给他治，还没完全好，还没完全好，但是大部分都好了，哦，他这些像就是这个地方还没有好，其他的地方都好了，所以也是利用这三个不同的药方，我大概用这些方子，还有给他我自己研究的外擦的药也给他用，因为他时间太久了，舒缓他的那个不舒服的感觉，对呀，当时就是比如他很热很痒的话，痛，很又痛的嘛，对，给他擦上一点就比较舒服嘛，是，那里头呢这是都的，你温清银这个方子，你看里头，它就是黄连解毒汤。哦，黄连解毒汤。黄连解毒汤就是下边这个，加上中药的四物汤，哦，就叫温清银。一方温。我们感觉四物好像是女生。四物是温性的啊，所以叫温清银啊。OK。清就是下边这个黄连解毒的药哈，这个中药哈，差不多有黄连呀。黄连、栀子、黄柏，这个黄芩，是黄芩，这个几味加起来就叫解毒汤，黄连解毒汤嘛。是，那是毒，常常与热有点关系。有热有关系。那这里头如果它有病毒的，然后有霉菌的，对，它这里头很多都杀菌。所以吃进去啊，它这个杀菌呀，不是针对着某一种的病毒，某一种的细菌，它进去以后，就是一扫光。哦，所有的细菌，所有的病毒。你什么细菌它都可以。Okay, 所以它叫解毒嘛。解毒。哦，解掉病毒。其实它这个里头啊，那我们从中医的观点看呀，它就是吃些这个药剂以后，使你这个身体的这个环境，环境哈。对。就是造成不适合病毒、不适合细菌生长的，你自然就完了嘛，对不对？它这个病毒和细菌它有生命嘛，是不是？它有个生命的一个周期嘛，它吃下去以后，它把这个环境造成了这个不适合病毒，它自己就萎缩了，它就不能成长了。你比如最近我讲一点点吧，像秋天了嘛，这次不是有什么病？那个感冒吗？是感冒。昨天的报纸上报道有六个人死掉了嘛？一个年纪最小的这个6岁的小孩嘛。是。那这种哈，
如果就是他的父母要懂得，要找有经验的中医的话，就比较安全。是，为什么呢？他吃下去这个药以后啊，那他对不管是哪一种病毒，他都可以，都可以。那中医还有一种特殊进行，它有一种一方面抑制病毒，一方面还增加中医免疫力，这个免疫力，对的，增加它的免疫力，保护力，所以双向的，是双向的，所以不至于这个小孩那么年纪轻轻的他就走掉了，我看得会心疼，对，看得真的会心疼啊，你心好。那再下来这个丹皮生地跟麻子仁，对，这个是这个牡丹皮啊，这个东西哈、这个药哈、它会走到皮肤，哦，会走到皮肤，它会走到表皮，是，它这个药啊，它有每一种药哈、它为什么会中医会有这么多，它有的药哈、它在哪个地方发生作用，在哪个地方不发生作用，它就是会针对皮肤、这个它就在皮肤上发生作用、你看它的字、有没有丹皮，有没有哦，我就是针对皮肤，那你比如说中医药、中药的大黄，它在别的地方不发生作用，那它在哪里，它跑到大肠里头它就发生作用，大黄针对大肠、大肠里头它到那之后，那个大肠就蠕动都快了，蠕动快以后，它就泻肚子了，泻肚子啊，是不是啊？所以它哪一种就到了哪一个病灶的地方，它就发生作用了。那生地，那生地又是做什么用呢？生地这个药哈，它有这个凉热、清热、凉血的作用，它还有运燥的作用，那这个它还有破瘀的作用哦，它有四个作用，是，那这个生地就是我们一般讲熟地，熟地嘛，熟地，就是它是生地，生地，就是小番薯一样生的是吧、对，就把它，中医以前就把这个药拿来，说九蒸九晒了，放到锅里蒸，蒸了以后再晒，晒了以后再蒸，再晒，再蒸。做九次，要做九次。事实上，现在都没有这样做了，那太麻烦了啊！是，有的时候里头还要加一点辅助的东西，比如这个东西吃了，它容易胀肚子。所以里头要加上一些砂仁来一起蒸，所以就减免那个整个所有的副作用，减少。中医有一种叫炮制，那炮制就是只有它发生正面的作用，不发生负面的作用。了解。很多人就是知道中药比较没有副作用嘛，它是因为炮制过程之中，添加另外一种让它缓和，添加到别的减低了，减低，这叫缓和它的副作用了。它不是没有副作用，它还是有副作用，只是要用另外一个再加一点点进来减低。还有一个很有趣，如果你用对了药了，对，那它就不发生副作用。你用不对。你比如热病，我讲哈，是热病要用了热药，要火上加油了。哎呀，不行了，对不对？那不是副作用了吗？是寒病，凉性的病，你用凉药，凉药，那你就是冰上破水，是不是？更凉，它更凉，副作用很强的一样的。所以热病应该要加一点点凉性的东西进来，对，平衡。就是其实中医讲的，其实真的就是所谓的平衡的一个理论。就是平衡，对。然后你要均衡，对不对？对对。那最后一个，我们来讲一下这个麻子仁。麻子仁就是亚麻仁油吗？亚麻仁。对 ，OK。这个就是中医叫麻子仁。这个东西就有运燥作用。对。运燥什么叫？你比如说大便干燥，很干燥，这个人不容易解出来，是，那你除了加上大黄止咳，还叫麻子仁。中药有一个叫麻子仁丸呢，是专门就治疗便秘的经常便秘你就用这个，是也加上还有大黄止咳呀
就是运造啊，一方面卸下，一方面运造，是，效果很快，很啊，这个是一个运造作用。这个就是基本上这个董爷爷您在治疗这个比较严重的所谓的银屑病，常常会用到的这几个算是一些药方。我用了这个是有效，但是我说的刚才的联合报的黄先生还没好，我现在还在给他治疗，因为可能时间太严重了，对不对？太严重了，时间太久了，太久了，是啊，我现在还在。一方面摸着石头过河，一方面研究，一方面给他治疗，对，因为很难治。那当然，其实这个很多的皮肤上的问题，其实也都跟生活的习惯有一些关系了哦，有关系，吃的啦，喝的啦，谈到这里我要环境啦，谈到这里我要补充一点哈，皮肤病一定要忌口哦，要忌口，你比如现在最多的就是异位性皮肤炎嘛，对，是不是小朋友也都有，小朋友最多了异位性皮肤炎，那你治疗的时候你一定要忌口，忌什么呢？忌什么呢？海鲜，哦 ，OK， 容易产生过敏的问题，鱼虾，这些东西啊，带壳的等等，这些海鲜、牛肉和羊肉是。这些东西都不要吃，就会诱发这个所谓的异位性皮肤炎的这样子的一个因子，我们先把它摒除掉。对哦，你如果不忌口，那当然真的治疗等于治疗用再好的偏药方也不行，你吃了它又发了，是，你弄好了它又发了。好，了解。这个就是说，你我们长时间的就是用药摸索嘛，对，摸索出来了哟，你不能吃这个，是，尤其芒果也很容易发。对，我们常说的芒果感觉好像是比较有一点点毒性。这样子的一个，它容易发，比较容易皮肤发炎的问题。好，那我们先暂时呢跟董爷爷聊这个地方，等一下呢回到节目当中。好，那么皮肤的问题其实有时候也跟自己的生活习惯有一些关系了哈。这有人喜欢洗很热的热水澡，尤其是真的天气稍微比较寒冷的时候，然后就觉得说哇，皮肤如果痒啦或者不舒服啦，我洗个热水澡感觉好像更能止痒。其实殊不知其实越洗越糟糕哈。那也有些人说，哎呀，我要清洁干净，一定要用这个强力的那种什么这个清洁的用品哦。这个问一下我们的这个董爷爷，是不是这样子其实对皮肤来讲反而是一种负担？是啊，因为这个痒得厉害的时候哈，比如他用那个热水烫，对，烫了以后是烫的，这个是他痛了，是瞬间，那个痒取代痛，痛取代痒，痛取代了痒了。事实上那个病是没有好的。对，那个哈，我都怎么办呢？这种情形，怎么办？我也，你越抓也不行啊，你手指都很脏啊，脏啊，对不对？我都叫他，我说你要是痒的受不了，就是这样拍，是拍嘛，啊，这很像，如果拍了也有被蚊子叮一样，有没有？你这样。是啊，你拍一拍，它就比较降低那个痒了嘛，是不是啊？或者是冰敷反而比热敷、比热水要好一点。对，但是冰敷也有一个缺点，因为那个热胀冷缩嘛，那个皮肤收缩了，那个毒更排不出去，更排不出去，它所以宁可就拍一拍，拍我认为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比较好的方法。那有些人可能就是会想要说，哎，那我如果皮肤比较容易干燥哦，那尤其是在秋冬，我是不是应该这个洗完澡的时候，真的再涂上一层乳液来做一个保养会比较好？抹上油脂的乳液 ，OK。像刚才那小孩，他以前就是常常涂那些乳液啊，他的乳液他也有这个，等于有一些保护层在上面，一个保护不是那么就比较没有那么干了嘛，没那么干，他就痒会可能会轻一点。对，那吃的东西要怎么注意呢？吃的东西就更重要了。哦，好，你晓得我治过很多很多的所谓这个疑难杂症，是，这个我有一个我自己给自己说，特殊疾病研究治疗中心。有比较特别的病。对。你比如说我今天是礼拜几啊？我昨天晚上是就看了一个特殊病。哦，怎么说？什么样的特殊病？这个哈，
一个也是一个退役老兵，嗯，年龄还比我大一岁，民国1923年生的、哦。是，这个是什么病呢？嗯，就是他的阴囊啊，嗯，每天都是湿的，又痛又湿。哦，不舒服，哎、尤其是又是在穿裤子的地方，很难过，你不难过？他说我真是难过死了，坐在这里就感到下边黏糊糊的，嗯、好像吐，好像弄一把浆糊糊的那里一样。你说多难过，又痛，是不是啊？后来是皮肤的问题吗？哎、他不是这样，我这是、嗯，我想，因为这个病，我很多年以前啊也治疗过这么一个，嗯、哎，也效果也不错，是，哎，而且这种病你知道，嗯、不是现在得的。都很久了哦，都已经拖到很久了。哎呀，都到处看呀，他不是拖，到处看没有会看的这个病啊。是，哎，可是我后来那个我怎么会看的呢？我根据中医上有一句话，《内经》上是有一句话、哦、说肝脉络阴气，肝就是肝我们的肝呐、啊，肝脏就是肝脏那个啊，是络。就是联络的意思啊，联络，哎，络就是、哎、联络，就是这个走向啊，网络走向，阴、哦嗯、气，哎，阴气就是指的生殖系统了啊，说、啊、肝脉络阴气，所以其实它是因为生殖系统的不舒服、哎，其实搞不好是因为肝的问题，是因为肝的问题，我根据这句话，哦、是，我就给他治用。去肝经湿热的药，嗯哼哼，我给他用的叫龙胆泻肝汤，嗯，你看这不是龙胆泻肝汤吗？这个龙胆泻肝汤以前还有人吃了成肝硬化的吧？哎呀，很多年以前了，报道的，啊，其实就是我根据这句话就用龙胆泻肝汤，嗯哼。它不是有流那些黏糊糊的水吗？不舒服，哎呀，很不舒服的、嗯。那我就里头又加了薏仁嘛，薏仁祛湿，祛湿、又加了茯苓嘛，茯、哦、苓又加了宅泻嘛、嗯，这都是利湿的药。对，像茯苓还有增加免疫力的药嘛。嗯，啊，这个龙胆泻肝汤里头也有当归，当归就是一个增加免疫力的、一个作用，补、气，对不对？是、它是一个走穴的。OK， 中医就讲气讲穴、走气分的病，走穴分的病，叫气分病、穴分病。是。那譬如说，四物，就是穴分，四君子，就是气分。我们讲人参黄芪就是气分的，哦，了解。当归熟地，就是血分的。后来这位病人有没有比较舒缓一点？有，哦，第一次的时候，哎，他昨天是第几天来治疗？第二次来。我问他怎么样啊？好多了。哎。他说有效嘞，那我是怎么样？他说水没那么多了，是痛的情形也减低 了、哎，我是这样的，因为这个病很久了，很多年了嘛，我说不会一下好的，对，所以可能要长期。我治病啊，我有个习惯，对，反正是出诊，我都问得很清楚，是啊，你看过哪些医院？看过有没有看过中医？有没有看过？是，这有什么好处呢？就知道你这个病好不好治，要多大概要多长的时间才能治好？了解。你像这种人啊，这个，他已经好几年了，治过那么多的医院了，对不对？中医西医都看过了。对。那到了我也不是一个神仙呐、对不对？也不会马上给他弄好。我说慢慢，但至少就是问诊问得清楚，其实也给这个董医师有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些方向哦。你大概知道说他走过什么样的一些做过什么样的一个医疗的这样子的一个条件。其实问诊呀，很重要。中医不是讲望闻问切吗？对，问诊很重要。你有一些病，对，你比如讲那皮肤病，如果假设这个患者不讲，不讲。对，你光针对着这个病的结果来治疗，你可能会找不到真正的原因。你只是知道结果啊，对对，那因你怎么知道？是，好，那我们回到这个地方来好了哦。我们刚刚讲说，其实尤其是皮肤病的问题，其实
吃就很重要了，很重要，真的不能乱吃哈、嗯。比方说，台湾人喜欢吃重咸的、重咸的，对，烤的，嗯、啊，下午茶或者是晚上吃个辣的、炸的、酒类、零食、饼干，这个有一些所谓的糖的部分。其实也会引发发炎的现象，对不对？你看台湾这个、这个吃东西啊，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嗯，夏天吃麻辣火锅，哎呦，有没有？有哎、欸，有些人就觉得在冷气房里面吃个麻辣火锅。冬天吃冰淇淋、哎、有没有？对，它整个跟气、哎、就是跟那个节气倒过来了。对、按照这个中医的、啊、这个是不对的。嗯。中医啊是讲的自然，是哎，你到冬天要吃温暖一点 的对，哎，夏天要吃稍微能够凉爽一点的，哎，而且还要看个人的体质消暑气的、哦、体质状况哈、okay, 啊，嗯，哎，所以其实这算是容易导致皮肤病的一些比较不好的一些生活习惯了哈、包含这个湿气啦、火气啦。痰浊啦、就是如果你有抽烟的习惯、其实真的也尽量要戒掉、所以其实今天我们跟董爷爷这么聊、我们就会发现说其实简单的皮肤出现一些病灶、那大部分都是要不就红啦肿啦痒啦痛啦、大概都是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可是其实追根究底不管是你吃进去的东西也好、或者你个人的一些习惯也好甚至于就是说、你可能是体内的某一个部分、可能因为肝不好或者是哪一个部分其实真的出了一些状况、反而反映在皮肤上面、最重要的呢还是提醒大家哦，就是一定要就是去看医生，那当然也要寻求正确、如果您是习惯看中医，寻求正确的中医的管道，哎，做最根本的一个治疗。那可能也有外敷，当然也有内服哦、这个双管齐下，里外兼具，对不对？好，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的董延龄董医师来节目当中，因为时间的关系哈、当然我们董爷爷其实好多好多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光是他治过的所谓的疑难杂症，其实应该都可以出好几本书了，对不对？好，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董爷爷，那也谢谢观众朋友您的收看，谢谢大家，别忘了下次董医师今天继续锁定我们的生活快通，我们下次见喽，拜拜。好，谢谢。